新的纪元哈。那我们也把这一切交托给圣母的带导哈。我们相信有圣母的陪伴，我们有圣母的信德，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的一起来完成这样见证的工作。那我们把今天所领取的弟兄的姐妹啊，我们的见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啊，我们的建堂工作也交托给天主的恩宠，求天主教父带领我们，就怀着这样的意向啊，来继续举行这台弥撒。天主教父大家。